Hi, 你们好. My name is Zhong Xiaolin. I'm very happy now. 我为什么会上这个课程呢？是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说告诉我，我一定要过来，这里有我要找的答案。 今天我会在这里尼泊尔，是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些东西我是必须在这里找到。然后真的，我来到这里过后，我真的是感觉到我来对了。我非常享受在这几天的这个课程里面。我们的trainer是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老师，真的非常谢谢他。那么我可以感觉到，在课程里面呢，我们能够开发我们自己的潜能。那么我们在这个人生里面，我们到底要做些什么东西呢？那么可以在这里，我可以找到我的答案。希望你们也是一样的，能够可以过来，跟我们一起。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找到你们要的东西。谢谢，Thank you。